诸位同学，请掀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科会第二十面经文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看起，敬归三尊，扬清敬重，内外谨善，心口相应，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从这里看起，三尊就是指的三宝，三宝为天上人间一切众生尊敬的，所以称之为三尊。敬归三尊就是敬重三宝，皈依三宝，纵然没有皈依，对三宝一定要敬重。那么怎样才真正表示我们对三宝的尊重？必须要依教奉行。已经皈依三宝的，那更不必说了。这是真正拜三宝为老师，向三宝学习。没有真正正式拜三宝为师的，也应当常常听三宝的教诲。他这里含义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要把这个三宝略略地介绍一下。三宝第一个是佛宝，第二呢是法宝，第三呢是僧宝。这三种称之为宝，宝是世间人所喜爱的、所珍重的、重视的。为什么呢？有了宝，就能够解决生活问题啊。世间人可以说从相当长久以来那么要从历史的追溯呢，大概总是有10000年，至少有10000年。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呢，实在讲是每况愈下了。于是对于生存必需品的取得越来越艰难了。要以佛法的解说，这个事情就很长了。在太初的时候，人心淳朴，这个世间人的数量也非常少，大地上
生长许许多多植物、动物，供给人类日常生活所需啊，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所以他没有顾虑啊，太多了啊，人少。因此在那个时候，人确确实实没有竞争这个念头，也没有收藏这个念头啊，也不分你的我的，土地也没有界限啊，谁愿意在哪里住就可以在哪里住。现在呢，在澳洲内陆这些土著啊，还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土地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概念，依旧过着游牧的生活啊。太初人是过这种生活的，那真是自在啊。以后个人慢慢的人多了啊，人口增加了，于是乎就有了自私的念头了啊，对于生活所需呢，这才有收藏的观念，逐步逐步形成到今天这个状况可以说，自私自利这个心、这个念头，随着时代增长，啊，也难怪。为什么呢？现在人口越来越多，生计越来越艰难，啊，形成了一个竞争，啊，而实际上，是不是我们竞争就能够生存？啊，不竞争就不能生存。这一桩事，世间人有许许多多的说法，争论不休啊，各说各有理。我们听起来呢，也好像是有道理，其实，佛告诉我们，不尽然。仔细想想，还是佛说的是真理。佛告诉我们，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啊，这是轮回呀，没法子，离不开呀，六道轮回呀。到这个地方来的这个人生呢，是因业，过去生中有这一份善业，人天是善道啊，引导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投胎啊，得个人生。在这一生当中的生活际遇，那属于满意。换一句话说，与过去今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那才是真正的因素。心地善良，断恶修善，这个人有福啊，有福乐在其中啊，这个乐就是物质享受啊，自然在其中，不是竞争得来的啊。佛法叫我们种因呢，我们种瓜一定有瓜的收成，种豆一定有豆的收获啊，不种你想得到那哪里能得到，不可能嘛啊，你一定要修因呢，你才能够得到果实。
啊，不肯修行，夺取别人的，这是造罪业。你能够得到，还是你命里头有的。啊，但是你的手段方法错误了，你的福报啊，就打折扣了。本来你命里头，比如说吧，现在用金钱为单位，你命里头有100万的财富，你今天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你这一生的财富可能只有50万，只有40万。为什么呢？你的福报折损。那么那个人有财富的被你夺去的，甚至于你把他杀死，你把他全部的财物都抢得来，霸占来，他命里头那个财富还在，绝不是你夺去了他就没有了，他命里还有，你把他杀掉了，他投胎又来。如果投到你家里面来呢，你一生所不管是正当不正当手段赚来的一些钱，到后来遗产都还给他，是他的吗？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之相是真相，决定不敢用不正常的手段去侵占别人的。为什么呢？侵占别人对自己的损失太大太大了。佛报从哪里修的呢？这佛在大小乘一切经论里头常常提示我们啊，财这个果报是财布施得来的，所以我们要想自己生生世世财用不缺乏，要懂得修财布施啊。我们有多余的，要欢欢喜喜帮助别人，我们得到的就自自然然，不会也受一些辛苦啊，决定不能有个念头侵占别人的财物啊，尤其不能有念头侵占公共的财物啊。为什么呢？公共的财物啊，那个折福折得太大太大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贪官污吏啊，侵占国家的财物啊，他用他的地位权势侵占了很多很多，哎，他命不错啊，啊，他一生享受荣华富贵呀，他没有什么果报啊，这是我们肉眼凡夫所见的，我们见不到来世啊，啊，有天眼的人就看出来了。他原来的福报是要想十几代几十代的那个福报太大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在今天一世就把它糟蹋掉了啊，造作这样的罪业，他自己命里头的福报啊，90%折掉了，
他还有百分之十，他那个百分之十，他这一生受用都不缺乏。他如果用正当的手段，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他这个福报可以享十辈子，享二十辈子。这是我们凡夫看不到的，他的福报太大了。像古时候帝王的福报这个建立一个政权，那真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能够传十几代、二十几代，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他能够享福享几百年今天的人无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一生就完了，底下一代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真正懂得这个因果的事实，我们看了才点头，没错。我们一般人过去生中修的福修的很少一点点这一生勉强可以度过，如果造作恶业，晚年就困苦了。换一句话说，一世都保不住晚年就困苦了。我们也看到不少人四十五十在这个社会上是很高的地位做很大的官真是一呼百应。威风凛凛的，到晚年一退休了，家里头连个佣人都请不起。逼不得已说自己递个小篮子上街买菜，凄凉想到他有权有势的时候，家里佣人多少几十个佣人呢晚年过那样凄惨的日子是什么原因呢？福遮掉了。得志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不晓得帮助人所以福享尽了，你不帮助人，人家也不帮助你，你不肯施舍，人家也不会供养你，道理在此地聪明智慧是果报，人人都想求都想自己有智慧聪明法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布施是因这佛教给我们的，你要想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你种因你种善因，你才能得这三种善果存心欺骗别人，损人利己，只有这自己的福我们学佛之后读经听老师的教诲，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学佛之前，我们生活很艰难，所以非常吝啬虽然没有占这个别人便宜的念头这个念头我确实是没有，但是自己非常吝啬人家有苦难，那我们见到是一毛不拔，不懂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念头转过来了，肯帮助别人，能够舍己为人，果然没错吗？果报一年比一年殊胜。我自己前世没有修福，换一句话说，没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当中，物质生活非常清苦，勉强活下去啊。大概是过去生中修一点法布施，没有财布施啊。法布施呢，大概总是劝人为善。如果像现在，我们用金属卡带 VCD 去布施，这里都有财，这个书本是可以卖钱的，VCD 也是财物啊。这个里头是有财又有法，那果报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书本给人，只是劝人断恶修善，这样的法布施得一点聪明智慧，也没有修无为布施，短命啊。这一生总算过去一点善根福德因缘，遇到了佛法，遇到善知识，我们听从教诲，把这一生的命运整个转过来了。我这个转变超过袁了凡，超过于金义。所以我们得了财宝，世间人没有不欢喜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得以解决了，但是世间财宝充其量只能解决你这一生呐，只能解决暂时的，不是永久的，不是生生世世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佛法僧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了，它能解决我们生生世世的问题，它能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让我们了脱六道的生死轮回，真正得到永生真正得到不生不灭了，这才叫报啊。那么第一个佛宝，佛是我们的老师，佛之所以称宝，他为我们演说正法，演是他表演给我们看呐，人生于世啊。纯正的思想，纯正的言论，纯正的行为，他做出来给我们看。
思想、言论、行为纯正，带给我们这一生当中真正的幸福。我们的心安全的，理明白了，心安理得，理得心就安了，心安身安，这是真正的幸福。那我们回头再看看现在社会上这许许多多人，纵然是大富大贵，他身心不安，整日生活在忧疑恐惧之中，这个是现前的果报啊！为什么呢？心行不善，来生呢，决定在三途啊！业障深重啊，他没有机会闻到正法啊，闻到正法就有回头的机缘。回头是岸啊，他没有机缘接触正法，他所接触的都是邪知邪见啊，都是妖魔外道啊，这个是业障使然。我们仔细观察都明白了，跟佛在经教上所说的一对照，我们不能不服佛陀的教诲对佛菩萨，他们的心行教训，自自然然五体投地。佛的慈悲，教导我们啊，这是佛宝。第二呢，法宝。法是佛所说的，这个法宝是指经典啊，佛陀不在世了，他的遗教流传在世间。这些典籍是后世众生心行的规范啊，善恶的标准，得度的慈航，必须仰赖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老人家啊，那还得有缘分。佛陀不再是三宝当中法宝第一，
啊，佛陀在世当时，佛是第一，啊，三宝佛是第一，佛不在世呢，法宝第一。啊，今天佛不在世，佛去我们已经相当久远了。今天讲佛宝，只讲的是佛像，啊，我们用佛的形象来代表。供养佛像什么意思呢？两个意义。第一个是纪念，这是我们创教的老师，这个叫是教育，现在的话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这是创始人，我们今天向他学习，念念不忘这个老师啊，这是报恩呐，啊，知恩报恩，这是供养佛像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见贤思齐，啊，用这尊佛像常常提醒自己，佛他是凡夫修成的，我今天是凡夫，他能修成，我为什么修不成？见佛的像，见菩萨的像，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要发奋，要自强。有志者，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供养佛法是这个意思，这个供养这个佛像啊。而真正的学习决定是经典，经典很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说法49年，多少人向他请教啊，他为许许多多人解决困难，以后学生们把他的教诲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就是现在的经典啊。所以我们要晓得，经典不是佛对我们说的，那么我们去读经，先多看看我们有哪些疑难杂症，看看佛当年呢对这些人的解答，哎，有哪些人跟我们自己这个弊病呢接近，我们就取这一份资料来学习。这样呢就契机了，适合于自己学习，适合于自己的生活环境，适合于自己的程度啊，现在讲文化水平啊，适合自己的根性，这样学习就容易了。那么像这部经，这是基础的教学，可以说是上中下三根都能得力。我们学佛必须要修学。小乘经的分量也不少啊！啊，李炳南老居士为我们这一批学生选择这一部，
啊，以这个作为我们学佛的根基。啊，我们以这个根基再进一步学十善业道，这个根就扎稳了。啊，但是这一段这个一部小经经文虽然不长，内容非常丰富啊，字字句句也是含无量意啊。我们如果不懂得学习的话，你就得不到利益。啊，你像这里敬归三尊，如果含含糊糊带过去了，我们得不到好处。啊，所以法宝经典人天眼目啊，诸佛教诲呀、啊、就含藏在这个里面呢、啊、我们见到经典就如同见到佛陀，读诵经典就如同亲临佛陀的开示，要有这样真诚的心来接受。啊，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我们同学们在一起，同样在听经，有得的利益多，有得的少。啊，什么原因呢？对老师。对经教恭敬心不一样，这话是真的啊！真诚恭敬呢，得佛力加持。天赋差一点的，哎，听了也开悟。那个天分好的天才儿童，如果轻慢心，没有恭敬心，他听了得不到佛菩萨加持。啊，他听了没有悟处啊。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要明了。佛的言语都是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从情识啊。我们今天用情识去理解，那怎么能解得开呢？怎么能体会到如来真实意？佛是真的，那我们是假的，不行啊，不相应啊，必须用真心。所以一分真心你体会到一分的真实，十分真心你体会到十分真实，道理在此地。第三僧宝，僧是佛的学生啊，这个里面有菩萨僧啊，那我先讲僧这个意思啊，僧是团体啊，我们现在人讲的社团啊，这个社团是宝啊啊，那换句话说，这个社团是世间最好的社团，最值得别人尊敬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这个团体的分子人人有智慧，
人人心清净，人人心平等，人人心慈悲，六合敬的僧团啊。人间天上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啊，所以称之为宝啊。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不能单独生活。最小的团体家庭啊，夫妻、父子、兄弟啊，组成这个小的社团啊，大的社团国家了。所以佛家这个僧团人数啊，它是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修六合敬，这四个人在一起，这个小团体就叫僧团。僧团不一定是出家人，在家居士一样，在家居士一家四个人都能够学佛，都能够依照佛的教诲去做啊，修六合敬，他这一家人就是一个僧团啊，那可以说是模范家庭啊。啊，最小的僧团呢，啊，那么寺院庵堂，这是佛教出家在家修行的一个道场，人数少则十几个人，多则了几百人、几千人。人人都能够秉承佛的教诲，啊，依照经论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行，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比较大一点的僧团，无论团体大小，都是社会各个团体的好榜样，各个团体的模范啊。你看社会，实在讲啊，人间天上都不例外啊，团体越大，分子越发达复杂，意见越多，斗争坚固啊，那不足以为榜样啊。唯独僧团佛的弟子，可以做一切团体的好榜样，这个团体称为宝啊。诸位想想，这三桩事情是不是真正的宝？啊，世间是金银财宝不能比呀！啊，尤其是僧团，无论大小，这个地方有一个僧团出现了，这个僧团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个地区的人都沾光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不遭难，
天灾人祸少。啊，为什么呢？僧团是道德之人居住在此地啊，这些人有福报啊。他们的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讲思想波啊，是最清净最善良的啊，把这一个地区不善的这个思想波都把它冲淡了啊。佛给我们讲这个经前面这是那个十善业道经前面都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天灾人祸也是从心想生啊，恶人的恶念变现天灾人祸啊，这个僧团的善念、善心、善念，把这个不善的冲淡了。啊，所以不要看这个僧团，好像看到他没有什么作为。啊，他真起作用。无形当中潜移默化了，把这个灾难消除掉了。啊，一般世间人不知道啊，他哪懂这个道理啊。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古老的预言都说非常非常灵验。啊，1999年2000年有灾难，啊，这个过去了，好像没有灾难呢。啊，我还听到一位天主教学校里面的一位校长，啊，好像是神学院的院长，非常感叹，这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有了？这是奇怪，必定有真正修行人。大慈大悲也住在这个地区啊，用他的真诚纯净纯善化解这个艰难，推迟这个艰难啊。如果大众还不觉悟，还不回头，劫难依旧不能避免啊！大的灾难呢，可以化小；灾难的时间长呢，可以缩短。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只有其如佛法。啊，其如佛境界，这些人他明了，他清楚。啊，三宝的威德不可思议啊，怎么能不敬重呢？啊，真正想学，怎么能不皈依呢？皈依就是正式拜师。啊，有一个很简单隆重拜师的仪式啊，啊，归敬三尊，我们就说到此地，下面仰亲敬重啊，孝养父母啊，这个是人伦的大根大本。如果对父母都不懂得孝养，
你还会有什么善心善意对别人？父母都不顾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你在这个世间做人啊，对人好，准是厉害，对你有利你对他好，对你没有利你对他就不好了。古时候人讲道义，讲情义，讲恩义，都是从孝养父母发出来的。人要不知道孝养父母，道义没有了，情义也没有了，恩义更没有了啊，那么人与人相处完全是利害，这个太可怕了啊。今天的社会已经到这种境界了，这怎么得了啊？我们要想帮助自己帮助众生，要从这里做起，要懂得养父母的身，养父母的心，养父母之志。父母在，物质生活要照顾周到啊，尽心尽力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呐，啊，不让他在衣食住行有所缺乏。这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一定要让父母天天快乐，不要让他忧愁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心行要善，父母欢喜。我们如果为非作歹，父母忧心，天天担心，怕出事情。养父母的心，啊，养父母之志，父母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现在做父母一般对儿女的期望是希望什么？希望他发财，希望他有钱有势，这个是错误的，跟从前不一样啊。从前做父母的希望子女做圣做贤，做正人做君子，啊，社会大众啊，尊敬赞叹，那个做父母的人心里欢喜啊。为什么现代做父母的跟从前做父母的人不一样呢？古时候做父母的人都受过圣贤教诲。有人告诉我，他说他家里的老人他的祖母不认识字啊，没有受过教育啊，
但是他教育儿女都是道德，他从哪里学来的呀？他问得很好，他是上一辈的老人教他的。你讲到你的祖父大概总有80-90岁了，我知道80-90岁之前，就是一个世纪的那个当初，1990年初，不要说他那个，我受到了我这个年龄生长在农村，如果生长在都市呢，恐怕就没有了因为都市的人啊污染严重，所谓文明开通这通就坏了。乡下人老师，我们是乡下人，生长在农村10几岁的时候才到都市，我们已经有根了，所以在都市没有被污染农村里面种的根我的母亲不识字，没念过书那个祖父母更不必说了他们的这些道德观念老人教的，一代一代传授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大根大本，家里教长辈教叔叔伯伯长辈看到你错误都会教你在乡下没有说是把你看成陌生人你就是孩子过来教你，都是你教你没有学校真的没有上过学不是在书本上学的，忠孝仁爱道德仁义是能学的那么现在受过教育了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这些常识没有，他根本不懂，听都没有听说过，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养亲要懂得养父母的智，从前父母对待我们，那个期望我们要晓得。希望我们在社会上做好人做君子绝不希望我们发财做官，没有这种念头学了佛之后了，那我们更能养父母之志。佛教给我们要做菩萨，要做佛我们果然做了菩萨，做了佛了，我们的亲人得的利益就大了为什么呢？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尊敬保佑他了你的儿子孙子是菩萨了那怎么会一样呢？那么由此可知，养亲之道认真学佛真的做了菩萨，做了佛了，养亲就做到了就做得圆满了我们念佛人真正这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圆满我们的家亲眷属无论在哪一道缘成熟了，必定得度为什么呢？我们不会舍弃。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哦。